不嬲 JW 嘅身形都系好有肉咁，猪圆肉润咁噶。平时佢单拖现身咧都冇咁觉眼，但系一同佢嘅同门师姐 Janice Man 一齐，哇！一个对比就真系唔系人人受得住啦。其实 JW 你使唔使认真考虑下 keep 下 fit 咧吓？唔系啊，我一路每个礼拜起码有做两三次 gym 噶，因为而家有个 personal trainer 一路 train 住我，所以我系 aim 住系有 curve 嘅。即係有 shape 嘅女仔，唔係好瘦好瘦，係啦。嗱 ，JW 就話唔係公司勒令要佢減肥，係純粹自己想 keep 住嘅啫。咁即管睇下時間耐啲，會唔會有成效啦？另外最近 JW 就幫電影《喜愛夜蒲三》唱主題曲，大家都知道呢一套戲係賣性感噶嘛。嗱，今晚 JW 又減緊肥 ，keep 緊 fit 喎，應該唔好淨係唱主題曲，揾翻個角色嚟做下嘛。我諗我暫時而家都未需要，即係我可能夠膽啊！係啊，未夠膽啊！得 B B 得唔得？即係再 B B 啦，呢個嚟㗎。如果我覺得件衫好靚嘅，其實我覺得冇所謂㗎。如果件衫好靚嘅話，即係唔係話要露點啊、突點啊，咁我就覺得 OK 咯。即係 要遮嘅部位遮住咗嘅，咁就健康嘅性感。係啦，健康嘅咯。